随便讲，大家好，真的只有十二分钟吗？那压力就大了，这样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那直接开始。那我前面自我介绍全部跳过，我们改天再介绍好，这样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本来是在病态美学，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医药大学有个展览，这样，那展览历程跳过，跳过再跳过。总之呢，因为我们做的不错，然后因缘机会之下，有个老师就跟我们说，你们东西不错，你们要不要直接我用内线送你们去世界公民岛？我们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不用投什么初审了，你下礼拜就能打电话给你这样，然后就能打电话给我们，叫我们去世界公民岛的办公室，就是直接去那边谈。那我们就去这样。那去的时候呢，那等一下，复杂送血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的，就是那个外面有一间肯德基这样。然后我们再吃肯德基。今天没有这间肯德基，我们就没有复杂生活节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那肯德基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吃东西，然后谈到麦当劳，因为你觉得肯德基、麦当劳有一种同质性嘛。那谈到麦当劳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二月左右，那时候伊卡有篇绯闻，大家没有读过这样。那我们就在肯德基里面聊麦当劳，聊麦当劳了解这篇绯闻，因为这绯闻跟是麦当劳是主轴。那时候我们想说，哇靠，就是因为他不是被做成各种同人、各种垃圾化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等一下。我们有什么资格笑他们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不就是把一张波片变成一个展览，然后就像共生音乐节，可能是把一个概念弄成一个音乐节，然后还有像台湾文史秘书为了一个建筑物，然后弄到这边一个协会，在那边耕耘三年了这样。然后焦点原始，搞不好只是一个人想说，让几个人来聊天嘛，不知不觉就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，还全国都有，每一个月还一次。我们好像跟他们差不多。那你问我们说为什么弄这样？答案就是这句哈、啊，就是对。那当然还开玩笑说，就是。就是学弟跑来问我说，听说你这个月就是25天接26个活动，就是你有头绪吗？怎么知道这样？好，那这个活动叫什么呢？我们想到很多年轻人团队，各式各样的团队做出很多奇形怪状的事情，觉得邀他们来对谈很不错，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，我觉得太复杂，他们之间没有关联，太就叫复杂生物节吧。这样那时候一开始这样想，那时候想完之后，我就在自己的 plan 上写下说好。5月27、28、29号办复杂生活节，因为我算一算各种年纪，我觉得说应该办在那个时候。那后来就没有办了，因为台湾文学馆交给我的计划，那我本来要办那个活动，本来想要排在今年的6月、8月、9月，因为我觉得6、8、9比较智障这样，就台湾6、8、9听起来就很好宣传。那我写完案之后，台湾馆馆长很开心，就给我1.5倍预算，然后我本来是一期，他帮我看4年，那我想说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虽然有喜欢的活动，还是回去好好的把这个活动办完，我就先把这个安下心来，结果这活动彻底失败了。这样，虽然说台湾文学馆馆长很喜欢我，把我的预算开成相当于是6倍，因为1.5倍预算要看4年的。但那一年，今年的台湾文学馆送给那个文化部的时候，整包预算，我们的还有一大堆，全部砍成0元这样。然后大家都说，不会是国民党九局下半就是不一样这样，一波把它封锁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10月会再投一次。那时候我人已经3月，我整个活动清空，什么事都没做。到4月的时候，忽然觉得。可恶啊！我的人生，因为我满一天到晚在办活动了，然后为了这个东西把时间都空下来，然后闲着，那时候我就在车上跟我的另外一个副手黄豆泥，就是那个病态美学的负责人聊一聊，然后、他聊到一个关键字，他说服了我，然后我说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在我们说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那时候已经4月中了，然后最好的办理时间还是5/28、5/29。一个半月，然后我问他说：“豆泥兄，这个活动大概多少人？”他说：“180人吧。”我心中想：“你这个新手，你在乱讲话。180人的活动，一个半月，这……”我心中想：“120就是超棒棒的。”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件老行为，这边就开始有一点教育意义了。大家可以也是有科学的地方。我们要办活动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就是说我们把活动办起来说有没有要报名，因为呢，大家会有一种哦，不就好棒棒，就不太想参加。建议大家可以先就是如果就是这种。如果我们把这群人聚在一起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礼貌性的问大家，因为大家通常会跟你说，这个不错，可是我还有认识谁会提供你意见，而这些在下面留言的人就会成为你的早期参与者，他们会觉得这个活动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，这个成功率不低，我们试过很多次。那他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不要找完全成功的人，我们找正往成功路线的人，因为台湾并不缺成功者论坛，各式各样的人都做得很好，那我们去的时候也学不会啊，人家都做3年5年都做的那个样子，我们不知道。就是怎么跟得上？听台积电董事长演讲，大概那种感觉吧，就是哇，真的很厉害。回到40年前，我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好，那就没办法、啊。那我们来找一堆正在成长的人试试看，反正我们跟他们很接近，这样。好，那时候他就把这5个字抛出来，这样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比一般的粉专战力还强啊！你看一个人就可以拿到339分享，这样。对，所以好好营运自己的脸书，单人战力超过一个粉专。好，那时候呢，我负责写技术文，我们两个在后台说好了，他发个风向文。我就去对他的构想发言分享说，
这个活动要办的话呢，我觉得怎么办会比较好？活动要怎么设计？课程要怎么设计？舞台要怎么调整？那交流要怎么调整？我把它写完，写完之后也开始有人分享，这样就是对。那我这时候下面就有一大堆人就开始推说，哇，这个太酷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下面这一群人一大堆就变后来的工作人员，就是对。好，那有经验的人听到这边其实还不会笑出来。你有一个半月的时间，你要借个200人场地，你大家回宝贵吧？就是你知道，这如果在台北的话，可以直接不用想，根本不可能。那我是一个很靠运气的人，这边就是大家听起来有点不人道。如果考国考的时候只有用6天准备，因为前面在办活动。那我最后6天的时候，我心想，我平常做很多好事，你让我过，我会继续回报这个世界的。我大概是每次都这样想，大概问都没有问题。那于是我就很虔诚的写一篇网志，就是说，就是对，请接受我的贷款，这样把场地借给我，我要一个200人的场地，我要一个便宜的200人的场地。那后来当然是成功了，后来当然成功了。那场地借完之后，我们才敢开会啊，不然就更诡异了。哎，我们没有场地，我们来讨论活动吧。那时候已经五月了。那我们选到5月1号劳动节，因为真正办活动的人就是劳动节，就是他们假日，假日就是他们劳动的时间，所以我选在这个有益的时间。什么叫网友见面会呢？来的工作人员一大堆是互相不认识的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直接跳过啊，不行，我也被高速跳过。那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，是这是我们报名页面一般不是都应该长这样子吗？那时候报名页面只有长这样，看看这个数字不是很有趣吗？就只有长这样，页面员要报名这样。那时候我的朋友是保险业务员，他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听到核保的电话，他说这个活动。都已经报名快开始了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？这样还有人要报名，还报200多人这样。对，好，那不行，就必须跳过，看到那个残忍的5分钟。我做一件很有心的事情，大家以后可以试试看。你先开一个测试型活动，不是会有人在那边乱点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露水姻缘啊，他们不一定会来。对着他们所有人一个一个发私讯邀请他们，转换率蛮高的。我那时候发了600人，然后在脸书使用期间被封锁6次，就是。对，封锁之后我就去做别人写文章或干嘛了，然后再一次。那后来呢，就是这边先不提了，这样。对，啊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布条，我们秉持一个工作人员，我们相信来参加的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我们的风格就是这是工作人员布条。那下面是什么呢？是他的色票，还有他的场款，这样。就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说是这个布条是啊？我今天带来，等一下可以拿出来玩，这样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因为比较便宜，我们是用旗帜的那个大小来印刷，然后自己用手剪，这样超便宜的，一条2块钱而已，这样。对，那绑起来就变这样，不就很棒吗？因为我们那时候选这个是，因为参展团队我们觉得我们要造神嘛，就是庙彩的颜色，它是一个温和的颜色。然后工作人员一堆，就早上8点的时候，全部人到这边会有一种是抗议现场嘛的感觉。工作人员绑这个，然后一天到晚整天没睡，然后出来的气氛很好。然后这个也是用纸板剪一剪喷出来，就是有人给我们那种整套的纸板，就是那种艺术家雕刻艺术家，然后帮我们裁好纸板，我们收到一堆破纸板，拼起来之后喷一喷，竟然跑出复杂2个字，我们也觉得很神奇的。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以那个破坏烂的风格。那在众多实验中，我来做一个很要求的实验。看到这个售价是免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报名风潮很盛，我是一个喜欢做实验的人。我想说，现场来缴钱到底会有多少啊？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良心呢？那时候我问过很多人，他跟我说，现场讲座30%就是高标，就是铁报名表真的到现场来缴钱的30%是高标，50%是不错，70%是历史高峰，这是女人迷的编辑说他们活动70%几乎是就是很难做到。那我们是几趴呢？85%这样。但后来呢？85%就是说，行前很多人推报名啊，没有推报名那些人现场报到85%。有人问我说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？那我要引用钢之炼金术士，就爱德华老八，和他的贤者之石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魔王说，靠，贤者之石不是应该会报什么？你怎么做到让他们听你的话来好好的输出？他老爸说一句很狂的话，他说，因为我跟他们全部都谈过了。我跟一般报名者不一样，一般我是发个公告让他们报名，我是一个一个跟他们聊过天，他们才来的。他是我的朋友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活动细节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脸书上谈，因为我很想谈最后面的事情，这样。虽然中间很多想讲的事情，但后面更为重要。对，台大音乐节总招啊，朱佑勋。朱佑勋是前一天上一个礼拜六，这些活动的前一个礼拜六，所以我心想，好像文学的比重还不够。然后我的朋友说，好，那我，因为我跟佑勋有点熟，说那我打电话问一下佑勋，这样硬叫他来，这样。对，那我很喜欢这些历史画面。这个是椅子乐团，这是台大音乐节，这是共生音乐节总招。我们帮他放一封，他是引言人，然后这两个人对谈，然后我们的活动中有各种这种就是高度的交流。那这些照片我会好好留着，这样电子档也是这样。还有为什么未来的就是历史新闻这样，对。然后这是好像是水泽啊，水对永春跟那个水林在这里，水可恶忘记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大台湾的榜首这样。好，我还有时间到会连着的关掉呢。这边我们可以暂时先跳过这样。好，
那这个设计是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让大家自己带啤酒箱去移动，是我们最便宜、最美好的设计，所以所有人自己拿啤酒箱去布置自己的空间的。对，那这是晚上的画面的。其实我觉得成功设计几乎不做移动，因为、我自己觉得大家不知道那个以文害意，就是说你的设计很精致，反而让大家分心在你的设计上，这样的设计其实是美好的。好，把它全部跳过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样去 ？OK。帮我按下一页，帮我按下一页，再按下一页。哦，这是白天的时候，是晚上的时候。晚上还带口琴，还自己吹口琴，气氛非常的好。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但是目前的话，就是他们目前还有各种活动，就是来参加的团队，有时候他们后来，比如说知道可能性，知道资方，他们几乎就是不管做什么，几乎都从里面找人。帮我按下一页。那我们最有价值的，其实不是来参加那两天活动，我们有个内部社团，不公开的社团，然后300人。然后帮我按下一页，就是像城市老爹的募款，下一页。热点派下一页，甚至像这个也会在里面出现。对，好，那最后的话，虽然是一分钟不到，应该来不及，但我要聊一下下一页。到底为什么要办复杂生活节？为什么在一个半月内办？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半月内办？我3-5年前有个梦想，对，我3-5年做不到，我必须用复杂生活节才做得到。那我的，放完下一页好，对，就是学生社团啊，我很喜欢学生社团，在那边玩了快10年。我一直有问题就是说，强者。有些强者，他不知不觉考公务员了，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。然后有些弱者找不到人学，有些有天分的人找不到对手，以至于他强不起来。那我就想说，大家有看过《金东金马金曲》吗？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标准，那所有的小型工作人员，比如说我今天是做，我是做《武林队》中的手册编辑的。那甚至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会场，在复杂生活节第二年，比如说千人到现场，然后没有够好评的，比如说聂永贞，2017年年度最佳视觉设计入围的是。复杂生活节，杨代荣，但是我们在那边，我觉得再有这样的场域，就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把他的才华发挥到极限，只为了一个一个技术。那我相信那会是美好一天的到来。天哪，我只想讲这个，结果时间到了，这样可以再接一分钟吗？可以。OK。本来想开玩笑，复杂生活节真的是马达加的加，不是啊，是开玩笑的这样。那基本上明年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要就是集中所有的资源去找寻够好评审，把每一个细节都拆出来，比如说，我觉得学生社团是这样的，我们找不到标的，像研究生没有论文资料库一样，不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吗？我希望所有的学生把你不是把企划拿出来，是把企划的零件，你的排版做很好，你的摄影做很好，甚至你的打地游戏，甚至说你的破冰互动是全新的。我在10年前的时候，在我自己的学生社团，我的教务主任在旁边，他大我30岁，他跟着我一起看活动表演，他说：“啊，这个团刊我以前玩过，我高中的时候玩过，什么都凉了。”我们不是不愿意进步，可是我们没有资料库，我们可能过60年还做一样事情。那我希望所有人把最强的那一个小零件拿出来。今天想想看，你怀疑你自己的才能吗？你如果入围2017年最佳……你不要怀疑，你也不用怀疑，因为所有的团队会主动来找你，会主动面试你，主动邀请你来他们的团队工作的。那你想要变强吗？不要怀疑，那些全国前五强，他们的资讯就是你的目标。那更不要你说，那这些东西集合起来，它会是。这本就假设说我们做成一个 PDF 档，就是公开让大家可以看这个，然后学习。这排版会好看吗？会，因为是全国最强的5个人排版的。但是那每边呢？那公关呢？我们集中所有学生他的最高技能，那我们同时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最好可能性的。那我期待那天的到来。那我希望的是明年，所以我今年必须在一个半月内办出来，收集这200-300个喜欢社团的疯狂的人的早期使用者经验啊。甚至包括认识大家这样，对。那明年的时候也许可以想，所以我要办回台中，因为明年我将场地办台中。我个人认为，全国活动如果不办在台中的话，它不配称为全国活动，因为它并没有给全国民众参加的意思。对，所以我会办回来这样，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我们可以再好好合作看看。谢谢大家。